是他真的只有这两个选择，然后其他的那个中奖几率跟抽 SSR 卡一样难，只有一趴可以当领袖人才之类的。给点面子好不好？给点面子。那么中秋节嘛，我们都知道有嫦娥，有满月，有玉兔，有吴刚伐木。那我今天就来当玉兔吧！噔噔噔噔噔。好嘞，那我们现在人是在位于士林的郭元义。那刚刚都已经说是中秋节特别计划，今天要来做月饼。只不过因为月饼的时间我有点对不上，但是还是希望有一个糕饼的呈现，所以呢今天时间恰恰好在下午的时间有一个凤梨酥课程，所以我们人就在郭元义的博物馆里面。 Go Go Go， 我们现在赶快去做凤梨酥吧。你的蝴蝶袖快不见了。你确定？旁边那团有。我们本来课程是预定1:30开始。对。然后我们1:30到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开始的很仓促。对。你们直接被人家叫，坐下来，快坐下来，坐下来。对。但是我记得洗手，这个是一定要。现在把你的孩子放在桌上，发光。来，就这样开始揉捏它。对，桌子都有消毒过，所以是可以很放心的。桌子都有消毒过。嗯。我怕大家会想说，怎么这么野生，就啪就下去了。要让他，让我们的孩子。熟悉一下这个事情，对，熟悉一下这个环境，毕竟刚出生，因为他接下来会面对很残酷的事情，是高温的一个对待。正确定号，好，谢谢。现在这个是我们的模具，对，很方方正正的，对，长方形。准备好了吗，孩子们？是的，班长。太小声喽。哦，是谁住在深海的大风里里？凤梨，还真的有关，真的有凤梨。把窗框拉下去。纸都被打出去了。那我们就贴了，对不对？再藏一点。对，容易容易。把你框打，框打掉。对呀。一个再切一半，这是。好了，然后弄完之后搓球球，调整一下大小的哈，这样差不多。然后大小就捏一些，哦，好疗愈啊，我揉得好疗愈哦，圆圆的。孩子里面就他营养不良，他最小，对，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虐待他、啊？没有啦。你是偏心啊你。你要自己喝奶呀、啊！你怎么可以这样长不大？你看这就是带头老大。对啊。带头老大。各位帅哥也参考一下，如果今天我要包很多米线粉，怎么样会比较快哈？可以直接吃吗？不行。一样，一样就可以哈。你要消化好，我们再跟各位讲那个住房。我的宝宝，这个宝宝诞生了。妈妈开始包馅儿，包馅了。刚好只有教一个手势。对，做法好像就先把它压平，像包饺子那样。
弄进去之后，就先把它包起来。美女用决定用包饺子的方式哦。好，就像鸭皮，你看，先摆中间，托住它，这只手就把面团往上面推一下。哦。好像小小的碗，顺势夹起来。哦。好。这样就可以。然后再一次，这是刚那个师傅教的，很酷。然后你的是妈妈包水饺的方式。对啊，超点像弄成元宝了。它大概只要压这样就好，然后把它放进去。然后包起来，然后放到虎口这边，把它推进去，然后再把它收口。没关系，没关系，就把它包起来就好了。在哪里？美女。然后自己手动塑形。对啊。还想说，完蛋，漏掉了，漏掉了。我就尽量让线在中间，不要让外观看出来有一块线，然后偏左偏右，就跟我们吃那个茶叶蛋一样啊。不是有时候蛋黄就是蛋剥完就知道，对对，露在外面了，就知道说你人在这边，就会先把它吃掉。刚刚有个姐姐，说要用爱啦，因为爱啦，因为爱。你有在你凤梨酥注入你的爱吗？有，都是你的孩子啊。对，都是我的孩子。等一下我要把我孩子吃掉。推进火坑。推进火坑，让他们入火海。对。而且刚刚师傅有说要在上面做记号，才知道说哪一个是你做的嘛。那你要做什么记号？尖的地方就10个哦。这样我们感觉可以写10个字哎。写个可能乌龟的龟啊、龙啊，超难那种，写那种超多笔画的字。那你要发问吗？我也想发问。来找舅舅吗？举手啊！我不知道谁是工作人员，我不确定。师傅啊，我跟中间看到线有关系吗？一点点没关系。一点点没关系。一点没关系。对对。啊，顺便看一下师傅的画。101。而且只要凤梨，你多多少少，对啊，不会那么平均嘛，一点点没关系。好 ，OK， 那我回去画了。师傅很厉害。对啊，慢慢画，大家都很厉害。大师要作画了。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要在上面写字。对，要在上面写字。写什么？等一下就知道了。对，大家等一下就知道了。手油油亮亮的，大家还以为我刚刚在夹迪卡呢，过来夹迪卡。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楼上参观一下，对，糕饼的一些历史啊，然后节庆啊、婚礼啊都可以介绍到，然后它还有一趴是可以换衣服的。凤梨酥做完了，正在等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来到楼上糕饼的博物馆。那这一层的话，其实就真的只有一层可以逛啦，它只是稍微的介绍一下糕饼它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历史啊，然后甚至是糕饼它有牵连到像是刚出生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喜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长大过程的一些都有可能需要糕饼师的一些时刻，都会在糕饼博物馆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还有的就是糕饼的一些器具啊，以前到现在的一些历史。好的，我们就来一一参观一下了。我要来抓周了。学问的人哈，有吗？有吗？有吗？哈，我原本想要鸡腿，我想要当有口福的。
的人。你还不够吗？你还不够懂吗？为什么我觉得有书粉是不是没有不好了？但是我想吃东西。我是聪明的人。对，小助手是聪明的人，也不知道可以干嘛啊。好吧，我觉得相比之下有学问好像比较厉害。聪明可以干嘛？我在外面拍片，我不拍了。No。乌龟的头。嘿嘿。哎，黄标完蛋了！我们刚刚是宝宝比的时候的抓周，现在是中二比，要测测我将来的发展会往哪里去，好吗？小助手刚刚抓周的时候，第一次，明天再来，明天再来。第二次机器直接不理他了，没有，他直接不给我玩了，超好笑的。我来试试看，好不好？中二比，我来测将来的发展会。多努力啦啊！需要多努力啊！哎呀，哎，我说真的，我虽然说有点难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准的。对，我觉得我们很努力耶，我们不够努力的吗？你还好，他叫直接明天再来，太过分了。他第二次直接不给我玩了。对啊，需要多努力。好，这是我们，我真的今天都还没有测过这个将来发展，那我想再按看一次。是不是他真的只有这两个选择，然后其他的那个中奖几率跟抽 SSR 卡一样难，只有一趴，只有一趴可以当领袖人才之类的。给点面子好不好？给点面子，给点面子。哦，真的是领袖人才哎！我跟你说，感觉他可怜你哎，有工程师，他在同情你，他在同情我吗？对啊。可是有人在窃听，还是楼下柜台的小姐妹？好，给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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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下面按那一，那边操作那边。好啦，我觉得蛮好玩的，就可以来试试看。因为这个地方，爸爸妈妈带小孩来，挺不错的。对，都挺好的，挺好的。走过来之后，还有一个机会命运大转盘，好吧，小转盘，可以让你有点类似抽签，来看看你的机会还是命运的一个状况嘛。好，先抽看，先转我们的转盘，下次再来 ，OK。好，哎，下次到了，我们再转一次。再来一次。你就不信这次还是下次再来？下次再来，我就真的认了。命运，他刚刚差点再过去了。好，我要下面有一个，要抽。第二个都抽五组。哎，我觉得他这个很聪明哎，他是一个箱子切两边，然后让帮旁边的人抽过。好，六号。六号。就可以。今天六号什么呢？快乐之足。你有吗？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你快乐吗？我不快乐。好难过。难过，但是它这个是设计让你可以拿回去的，蛮好玩的。然后还有另一个土地公爷爷，好的，我先把我的小签收起来。好了，我们快乐知足了。他可能是意指着我，叫我不要太贪心呐，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好，抽另一个。哦，一号哎。有一号。一号。哦，因为我自己喜欢紫色啦，所以他在上面设计一个紫色球球，我觉得这个会干扰人，因为我真的喜欢紫色，我就想抽紫色，但是也真的是命运让我抽紫色。看一下，甲子，上上幸运签，位位独步向云间，御殿天官第一班，富贵荣华天妇如，福如东海寿如山呐、啊，寿如山。有可能，所以活到90几岁，对，然后我皮肤又老又皱的，我的，然后我可能有个9000万之类的，因为福寿双全嘛。哦，哎呦，可以哦，好不好？让我活到老用到老，可以可以，这个我 OK， 这个我 OK， 这个赶快收好，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东西就要放在左边口袋，比较靠近心脏。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看博物馆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跟个奶奶没什么两样。这就跟我以前小时候看我爸妈结婚时候的照片，就真的长这样，就是这种风格。可是我觉得很有感情，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结婚的这种照片拍起来很有感情，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因为科技太方便了，所以不会觉得这东西得来不易，反倒是以前会觉得是收藏照片跟那种那种相机拍摄出来那种复古旧旧的感觉特别有 feel， 我自己很喜欢啊。好了，这边就非常多的服装可以给大家做更换，很多古代的衣服，是古代衣服，然后我也替大家试了几套，大概三套，大家可以好好欣赏一下。昏君，参观完之后要先吃点心的啦，有口福的人。要吃点心的，对，吃点心，刚刚美味哦。都有介绍，而且我刚刚原本以为这个是花生，是真的花生，结果它的花生是花生糕，就它也是糕饼类的，因为它做得很真。你是在看什么？开始吃，蛮好吃的，这个我喜欢，但是我不喜欢花生，所以花生我就不吃了，这个可以。刚刚吃的花生蛮好吃的，你觉得好吃的？我觉得蛮好吃的。那代表喜欢花生的人应该会喜欢吃刚刚的花生糕，但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怕我会流鼻血。凤梨酥烤好了，我们刚刚在标记我们的凤梨酥的时候，不是买了一个小秘密要跟大家说，先不透露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记号。酱酱。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Ruby， 想不到吧？想不到吧？原本也是有想说写一些五言绝句啊，或者是画一些图啊，但想着想着又觉得刚好十个字嘛，不如就这样把它凑出来了。所以赶快在包装之前呢，先让大家看看一下我们这次的成品。只不过因为它不是用那个工厂机器做出来那么的完对方正跟漂亮，因为它毕竟是我们进烤箱之后它出来的，有些地方可能比较高，所以它在接触火源的时候烤的会比较焦一点，所以它没办法每个表面都做的一样的颜色一致啊，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手工重点的一个地方。好的，那我就只好先来包装了，然后我的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瑞比包到我们的盒子里面。放错面了，有限的占屁股了。跟人家不一样，不要用这个。他说不喜欢。终于，我们中秋节小厨娘出外景手做的凤梨酥完成啦！而且每一颗都是我自己亲手包的，然后放到了保鲜套里头之后，盒子。完成。今天的中秋节计划结束啦，蛮开心。今天有难得的几个机会，是除了在家的厨房做甜点之外，来到了现场做一些不一样的甜点了。
那之后我当然也知道说有一些蛋糕的实体店面可以去做蛋糕啊，或者是饼干，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做这一系列的影片喽。好了，这一次因为中秋节，所以在此玉兔饼跟大家说中秋节快乐，佳节愉快，好好享受一下这一次的中秋佳节。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吃太棒，会被杀掉哦。然后另外的，想要凤梨酥的麻烦在底下留言加一，在的还在，因为我们不会抽奖啦，不然你们是太怕了。好了，非常感谢大家这次收看中秋节的特别计划啦。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叮当，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